叶妈妈也钓到。啊，它的嘴巴会打开，又关起来，打开又关起来。哇，妈妈钓到四只鱼了。那我钓到三只鱼，一二三四，我钓到三四只。又钓到了。耶，我钓到了。哇，这个好玩吗？这个很好玩耶。这个为恁爸囡仔时代都在生产，哈哈哈哈这种历久不衰的游戏，我没有钓到，没有钓到，耶！我钓到鱼了，哇，又钓到一个了，咬住又钓被你钓走那只大白鲨。很认真的在钓鱼，不可以用手，你犯规，不心意犯规。